屏幕前亲爱的小精灵们，欢迎光临到我们的一级儿雅语文课堂。今天呀，糖果老师要带领大家一起走进国学启蒙馆，学习《弟子规》了。在前几节课呀，我们也一起在国学启蒙馆当中探秘过，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我们学习的是哪一部启蒙经典呢？我知道，学习了三百篇当中的三字经。哎，三字经的前两部分我们都已经学习完毕了，那么接下来秋季班我们还会学习到其他的板块。那我们这一个暑期班呀，咱们还要去学习弟子规呢。弟子规呢，它同样也是古代的经典启蒙读物，而我们尔雅课程当中呢，全年将把弟子规分章节的和大家分享完毕。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呀，就是弟子规的第一章入则孝。那在分享之前，有许多孩子说，老师啊，弟子规究竟是什么意思呀？哎，你看它的名字弟子规就很好理解了，规指的就是规章、规范，或者是一些制度、一些行为准则，对不对？而弟子呢，哎，指的有朋友说，我知道，你看古时候古圣人孔子，他门下弟子三千，就是这些学生呗，是不是啊？好，那么在今天的弟子就更加的广泛了，他比如说屏幕前的宝贝们，或者是糖果老师，我们都去学习儒家经典的时候，咱们都可以被称之为是弟子。所以说今天弟子规呢，许多的小朋友们都会发现他对我们的行为，对我们的品德有着许许多多的非常有意义的指导意义。好了孩子们，那么我们整体的去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啊。它的原名呀叫训蒙文，你看就是启蒙阶段的去给我们行为准则的这样的一个这什么呀小文章，对不对？那他以前的作者呀叫李毓秀，李毓秀这个名字又很有意思，你看他的名字里就带一个秀字，其实他就是当时清朝康熙那个年代的一个秀才，还是比较有才华的。当时呢，他们也比较喜欢读这些儒家经典，于是呢，当李毓秀他去读《论语》的时候，他就发现《论语》啊，原来是孔子及其门下弟子对孔子的语录进行了一系列的记录，对吧？那孔子呢，他就曾经有这样的观点，他觉得弟子要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为中心。一会儿老师给大家分享是什么意思啊？他就觉得哇，这说的太对了，于是呢他就写下了弟子规，他详细的去列述了弟子在家的时候呀，还有外出的时候呀，包括你如何待人接物啊，等等等等，还有你在学习上哎应该如何恪守哎最基本的一些行为规范守则，这就是所谓的弟子规了。有朋友说，老师啊，那究竟它里面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规范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在了解之前呢，我要求屏幕前的宝贝们先整体的去看一看弟子规，哎，它整个的这个整序的部分啊，它全文呢，其实在一开头的时候就有一个总序，告诉了我们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就是先孝悌，次然后再谨信，对吧？哎，接下来泛爱众而亲仁，就是说接下来我们要去啊学会爱这个社会，爱这个社会上许许多多的人，对不对？而亲人，但是亲近那些贤能之人，有余力则学文。哎，如果说我有余力的话，再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那后来呢，《弟子规》呢就被分成了这样的一个七小章。我们今天呢要学习的呢就是入则孝这一章，那接下来的那几章我们全面课程都会学习到，比如下一节课我们就会学习到出则悌，这个字有的地方写的是悌，它是一个通假字。好孩子们，那我们在学习之前啊，糖果老师先要求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一起去发声朗读，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弟子规当中究竟教会了我们如何做到入则孝，而入则孝又有多么的
重要呢？我们来一组为快，首先跟着我发声朗读三二一，跟住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哎，有朋友说，有朋友在屏幕前歪着了躺着的，跟小老头小老太太似的，还有这样的。哎呀，我们先要求大家，糖果老师给大家的规范啊，既然来到糖果课堂，我们就要有一定的行为准则，每个人都端正自己的坐姿，有一个上课的状态，我们的学习效果才能最好啊。好，那我说发声朗读，傻呆呆的看着不行，发声音跟我一起去吟诵，这一步太关键了，这是我们的第一关，看谁能顺利通关。重新来，父母呼，三二一，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父母教须尽听，父母责须顺承，冬则温，夏则庆，晨则省，昏则定，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跟着我，事虽小，勿擅为，苟擅为，子道亏。物虽小，勿私藏，苟私藏，亲心伤。亲所好，力未拒，亲所恶，谨未去。身有伤，贻亲忧，德有伤，贻亲羞。跟住了吗，孩子们？哎，屏幕前二三年级的孩子一定要跟着糖果老师通读下来，因为默识字比较少。如果你是一年级的宝贝，也可以暂停视频，你可以去在你的讲义上标画一下拼音啊。好，接下来，三二一，亲爱我，笑河南；亲赠我，笑方贤；亲有过，见始更；怡无色，柔无声，谏不入，悦复谏，豪气随，踏无怨，亲有疾，药先尝，昼夜侍，不离床，丧三年，常悲咽，居处变，酒肉绝，丧尽礼，祀尽诚，视死者如视生。好，孩子们，刚才我们通读了一遍，对不对？我不知道屏幕前的宝贝们，你通读完一遍有什么样的感觉啊？可能有朋友说，那老师我跟不太上，有好多字不认识。有同学是，那我可以跟上。还有朋友说，老师啊，我好像一边读呢，就想他什么意思，我猜不到。还有的同学可能和糖果老师一样，就是一边读，你会一边去，哎，大概我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意思了，并且呢，我们还会一边有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好，那由于我们屏幕前每一个孩子，我们的国学的基础不一样，所以你可以灵活的去听我们的课程。宝贝们，如果你刚才读通顺了，我们继续往后听课；如果这个部分还没有读通顺，老师要求屏幕前的孩子们暂停视频读三遍，先通读三遍，上课我就不利用这个时间再带领大家去读了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一点一点的和大家去分享了。我们来读第一个板块啊，三二一，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你可以拍起手来把它加快速度啊，父母呼，一二，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再加快速度啊，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应勿懒。 OK， 哎，好，刚才唐老师也弄火了，重新来啊，三二一，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好，别把应和行搞很容易弄混了。哎，孩子们，那么一说到这儿，你肯定就会非常的清楚了，因为老师这一节课呢，我把我们好多的关键词，包括我们的小故事，都以文字的形式呈现在了我们的讲义上。父母呼就是父母呼唤咱们，叫咱们。应勿缓就是说你答应的时候不要慢吞吞的。父母命就是说这个命并不一定是命令，就是说父母啊，如果说有事去交代的话，行勿懒，我们行动起来呀，不要太拖延或者是懒惰偷懒了。
也是生活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现在我们当今社会啊，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机会，能够系统的去学习我们的国学经典。那好多没有学习过的宝贝，他就不知道，他也不是有意的，因为他不知道这种必备的行为准则。那可能妈妈在去叫他的时候，就父母呼了呗，对吧？比如说，小呆瓜，或者小蜜糖，对不对？你过来。或者是给我倒一杯水，或者是过来吃饭了。那这边呢，小蜜糖可能就在干嘛呀？可能看电视，或者打游戏机，或者是写作业啊，或者读书等等吧。你在做自己的事儿，于是你听见，好多同学可能都会假装听见，都不应声，对不对？好，这就叫应勿缓，不要这样。那还有同学说呢，听见了，但是呢嘴上说啊知道了，但是呢却仍然不动地方，这就叫行懒。但是弟子规当中告诉了我们要行勿懒，勿就是不要的意思啊。原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有这样的案例，比如说你爸爸妈妈说你写完作业之后赶紧去洗个澡，结果写完作业呢还在磨蹭吃东西，并没有像父母说的那样去行动起来，这都是拖沓懒散，对不对？所以说弟子规当中就告诉我们了，父母呼应勿缓，父母命行勿懒。我们学习国学经典的终极目标并不是背诵，而是践行。那在这里唐果老师也和屏幕前的宝贝们真的是一起去成长去学习了，我也和大家一样，我们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去践行，好不好？因为孩子们你们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人活着这一辈子啊，其实几十年的光景，那基本上啊，我们大概有20年的时间能够每天和父母朝夕相处。如果说屏幕前的宝贝们现在你已经6、7岁或者是8、9岁，那你算一算，你可能就有10多年的时间能和父母每天这么朝夕相处，对不对？哪怕你觉得他很唠叨，哪怕你恨不得出去玩几天远离他几天，但是等你们将来真的可能像唐果老师这么大的时候，就会倍加的珍惜现在和父母朝夕相处的每一天每一时了。那么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那还有一些时候呢，父母呢可能就会给我们一些谆谆教导，那这时候弟子规当中说了，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父母如果要去教导教育我们的时候，须敬听，我们要有恭敬之心的去听倾听。而当今社会好多不学不学的孩子，他们可能干嘛呀，父母说一句，我有10句在这等着呢，顶嘴，我觉得父母不对，我说的对，是吧？而古代的时候，孔子还有古圣先贤他们是怎么认为的？他们觉得我们今天也好，当时也好，这些弟子他们在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之前，首先应该做到的事情叫做孝悌，叫尊敬父母，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如果你这些都没做到，你没资格学习文化知识，或者是说你连孝顺父母都做不到，你连给我那个去对我们去对待那个给了我们生命的人，对待他好你都做不到，你学习知识没有价值，明白了吧？所以说有许多时候我们去孝顺并不是我们对父母好，而是我们在对自己好，在为自己积福报，对吧？好，父母责须顺承，父母肯定平时在家的时候会责备我们，批评我们，对不对？那我们须顺承，我们要顺从。有许多同学可能被父母打了一巴掌，生气好几天，是吧？我们在心里是要时时刻刻记住，他们是我们的父母，对不对？ OK， 好了。那么其实啊，从古至今呢，也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呢也都是他们用自己的行动一直在影响着后人。那这个故事呢叫做枯竹生笋，说在古代的时候，小朋友们你也可以暂停视频自己看一看这一段小故事啊。说在古代的时候呢，楚国呢有一个人叫孟宗，
孟宗他就是一个大孝子，他对他母亲照顾得非常非常周到。而有一年冬天呀，非常的寒冷，他的母亲就生病了，生病了胃口不好，就什么都不想吃。那他就问他的母亲说，娘，你想吃什么呀？哎，那他这个孟宗的母亲呢，就说我想喝一碗新鲜的笋汤。可是大家要知道是冬天呀，对不对？没有什么竹笋。那当时呢，孟宗听完了之后，就跑到他们家屋后的那个竹园，怎么找也找不到竹笋，那是肯定的，找都没有找，对吧？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孟宗就急得大哭起来了，他的眼泪一滴一滴的就掉在了那个雪地上，结果呢，眼泪就融化成了雪，哎，把那个雪给融化掉了，地上呢就长出了嫩绿的笋。他赶紧的就把这个笋挖出来，给他的母亲做了一碗笋汤。孟母喝完了之后呢，病就好了。假的，太不真了，让我想起了那个传说，就是孟姜女哭长城了，对不对啊，宝贝儿们？那其实这就是所谓的传说。那当我们去带着自己的评判心去评判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能不能从正面的我们的出发点去想象一下，当时孟宗他在哭的时候为什么融化掉了雪，竟然长出了竹笋呢？